兄姐妹平安，平安。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哈。今天是要庆祝父亲节，对不对？对。我们先跟隔壁的爸爸们说一下父亲节快乐，好不好？父亲节快乐。哎，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是哦，要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好像很不太庆祝父亲节哈，只希望父亲把账单还清，对不对？好，所以叫父亲节。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好，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庆祝父亲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数算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敬拜神啊！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啊尽心竭力的来赞美神，好像啊牧师分享的信息一样，当我们大大张口抬头仰望，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跟丰盛。阿们，好吧，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要一起来敬拜你，这是何等欢喜快的事情。主啊，你的百姓一起聚集，主啊，要来高举你的名。神啊，让今天我们一起看到神的荣耀，一起看到神的丰盛。主啊，让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大能在这个地方运行。谢谢耶稣，主啊，我们欢迎你，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神的子民
地，我们一起来赞美。在永恒里敬拜。
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
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主啊，是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伟大的神，是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心中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主啊，今天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仰望你，我们必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也要看到神的丰盛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人在庆祝父亲的节日，但我们纪念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是在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父亲，是爱我们的父亲。不管我们在世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还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不断地扶持着我们，不断地陪伴着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一天也都是父亲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数算神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台湾的平安来祷告。主啊，你的国是不动摇的国。主啊，我们宣告台湾要属于耶稣，台湾要属于耶稣，这块土地要因着耶稣而得到平安。不管政治的情况如何，不管战乱的情况如何，主啊，你要差派你的使者来保护这块土地。主啊，让台湾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活在平安的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全能的神是帮助我们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我们也特别继续为疫情的状况来祷告。主啊，让许多生病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主啊，每个礼拜守圣餐就是为了要纪念你，也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让我们不在疫情不在疾病的恐惧的里面，乃是我们战胜了这一切的恐惧。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主啊，愿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也相信不管在实体敬拜的在线上敬拜的，主啊，我们今天都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神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邀请弟兄姐妹跟我继续一同站立，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有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在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请。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阿们，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请坐。在播消息报告之前，还有一个增加的消息，就是天国花园一样在这个礼拜天，等一下哈，11:45，我们会在四楼的电梯口集合。好，天国花园四楼的电梯口集合，11:45。好，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在四楼一起集合到六楼。那我们开放的时间到12:30。好，因为中午太热了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在上面待太久，哦，怕会中暑，所以啊，我们开放到12:30，欢迎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知道自己怎么走上去的哈，从四楼的楼梯走上去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会有同工在那边接待大家。好，啊，邀请家人们可以上去一起拍个照哈，做个父亲节的纪念，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观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李尊。大家好，我是永宁。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为营造专注的主日敬拜氛围，敬请弟兄姐妹将手机关机或转成静音跟震动。第二，请确认通讯软体 LINE 的通知，若您需要协助，请洽旁边的招待同工。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尊重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时光。2022年赞美之泉敬拜巡回台南场开始招募招待与交通同工哦。服事时间是在8月21号下午3:00-7:30，当日3:00在鸿运文创一楼大厅集合。有意愿的弟兄姐妹可上网或向小家长报名，也可以找干事小吴。赞美之泉聚会在8月21号下午5:00-7:00于鸿运文创1楼到3楼举行，凭票就入场，所以请大家记得要带票哦。而且人数非常的多，敬请弟兄姐妹多使用机车来参与聚会，并配合赞美之泉大会所安排的停车动线。换车消息，爽口好吃的手水饺来喽！好吃的盐虽然够细面，一盒50粒，高丽菜好吃，韭菜也好吃，花菜也好吃，玉米更好吃。三人口味80元，其他只要70元，要不要快？退行世界，即刻救援。由青年牧师与世界展望会合作举办第33届饥饿三十，将于8月28号中午11:40到晚上8点于鸿运文创中心举办，费用是每个人100元，所得将捐助于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报名期间是在7月31号到8月21号。主日聚会后可至1楼饥饿三十摊位报名，或是请洽杨展生弟兄。欢迎国中到大专的青年来报名哦。前20位报名完成者将获得限量口罩哦。乐龄学习中心开班招生喽！疫情期
间在家闷坏了吗？赶快来报名欢喜歌唱与深层情绪健康课，开课日期是在7月23号到10月22号，不只有这样，另外还有乐龄生活艺术课程，开课日期是在8月5号到11月4号，地点是鸿运文创中心货柜屋，部分课程着收材料费，相关资讯可以请洽张丽牧师。欢迎邀请我们家中的亲朋好友长辈们一起活出生命的色彩。一起感恩，献上奉献。随着疫情逐渐严峻，教会整理以下4种奉献管道，帮助大家在疫情中仍可向神献上感恩，一起经历丰盛恩典。教会有以下4种奉献方式：第一种，信用卡奉献。每周教会在天粮官方 LINE 上皆会发布信用卡的连结与资讯。如果有操作不熟悉的地方，可向高心如传道协助完成奉献哦。第二种 ，ATM 转账奉献，奉献后请将后五码与姓名告知物品方传道。三种，现金奉献，可于主日奉献或周间用得来数，动至文创地下室，也可以联络区牧同工前往哦。第四种，支票奉献，可将支票邮寄到新中路14号。记得标注财务不收。疫情终究会过去，危机将成转机。祝福弟兄姐妹在给予上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与祝福。爱车亭南蒙电机的弟兄姐妹，记得请于12点前将爱车移出。谢谢大家。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谢谢大家。下次见。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还活着真好哈。我在年轻的时候去当兵，我很怕到金门，因为我们的时代金门有在单打双不打，所以我就一直祷告神说，神啊，让我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我还记得在当兵的前几天，我回到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一个地方，是斗六的文武庙，那个地方很安静，我们常常会到那边去读书。我看到很多人在抽签，拜拜完了去抽签，我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是个基督徒，可是我也想说去把它抽一张看看到底在写什么东西。结果我去抽一张签的时候，它上面写着这样说：日薄西山，成鹤西归。哇，很恐怖，这句话很震荡我。那是1974年或73年的10月10号。那隔了2天，斗六办了一个钓鱼比赛，我就怀着一颗心说，神啊，把我这个做主除掉，我去钓鱼比赛。他有一条鱼是10公斤的，只要钓上那条鱼，那个所有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也不知道12点开始，我12:40才到。我还在试着浮标的时候，把鱼饵放下去，浮标就再也没有浮上来。我拉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我钓到一条鱼，那一条鱼就是冠军的鱼。结束，所有的钓鱼比赛就那个时刻就结束了。我才知道神非常的祝福我。可是我去当兵的时候，我一直祷告神说让我身体很健壮，我仰望神，神啊，你的祝福一定要临到我，在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轮到我。我也搞不清楚，我到成功岭训练3个月，非常的辛苦，爬到这种这个地方都受伤，膝盖也受伤，也要丢手榴弹。我看到我们在同训的朋友要多丢手榴弹的时候发抖，抖到手榴弹丢出去的时候，向后丢，不是向前丢。
因为拿起来的时候就跑出去了。那班长反应很快，就把手榴弹拿着，然后丢出去。我才知道哦，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怕。那也搞不清不楚的，就到炮兵训练中心去训练。训练完了3个月，就下了部队。很高兴，就到台北卫戍部队，保护台北。只有2个月，我就开始被派到金门。我才知道我们的军队是除了卫戍台北之外，就是保护金门。我到金门的时候，一到了金门，就发现到有炮弹，单打双不打。那个炮弹常常飞过我们的上空。有一次，我们听到唰唰唰唰唰那个声音，我们这些菜鸟就卧倒，那些老欧啊就坐在那里一直笑。我们说啊，士官长你笑什么？他说，那个士官长说，你听到唰唰唰那个声音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没有听到声音爆炸那个刹那，你就死了也不会痛，有没有恐怖？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训练自己，不要怕，在金门什么都不怕。月亮在上面，这样看手指看不到五指，有没有暗？暗到这种地步。然后有一次我派到一个观测站，我是观测师，派到观测站。然后呢，旁边一个碉堡是关起来的，我就问那些老欧啊说：“哎，这个碉堡怎么守起来？”那个老欧啊跟我说：“哦，林官，我告诉你，一两年前这个碉堡上面有12个人，就被这样的被割掉的。”然后现在就把那个碉堡封起来，听得没有讲都没有怕，讲完了以后天天很害怕，我天天抱着圣经，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钢盔放在这里，因为这样比较难隔。我才知道战争的可怕。然后又有一次忽然之间，我的那个指挥官就一个上校跟我说：“林官，你要去参加空军观测官，你要去做空军观测官。”就把一本书丢给我，说看一看，然后去做空军观测官。我说我地上观测官都不会，还去做天上观测官、空军观测官？我去了之后，我就开始读那本书，因为要参加作战演习，我不得不学。当我把所有的作战计划写完了以后，有一个考试官来了，看我的所有的作战计划，他问我说：“我为什么会？”我说：“我看这本书，我会。”啊，我问那个在考我试那个人说：“你会不会？”他说：“我也不会。”我说：“这怎么打仗啊？”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各位，我们的一生走过来，都有那一位大哥在保护着我们。要仰望他的祝福，每天都要仰望他的祝福。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台湾会走到这个地步。一个佩洛西来了，中国演习了，无论怎么解释，说中国因为佩洛西来了没有反应不行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开始做这些演习的计划。这些演习计划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他已经准备很久，要准备要做这种穷台、围台、攻台的计划，他早就预备好了。我期待着我们要仰望他的祝福，你不要去仰望美国，佩洛西来了，走了，雷根号也走了。弟兄姊妹，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一定要跟神说，神啊，保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美丽岛，这个地方是神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所祝福的地方。这地方的农民，这个地方的渔民，这个地方的工业，这个地方所有的产业都要比以前更丰盛。你也不要怕，我知道，我的亲戚在斗六镇进油啊，你知道吗？他们打电话给我说：“阿姐啊，搞我几多，我什么代志啊？啊，我油啊都弄伫码头啊，也未出去都弄冻咧啊，要安怎啦？”我讲请我坐，讲几啊百万啦。我讲我无摕来天桥买好啦。用什么？怎么办？很多人，你们很多年轻人一点都不怕。我知道你们很勇敢，比我还勇敢，比孙正还勇敢。我昨天还在跟一个老师讲说，某老师啊，王老师啊，我们应该找那个苏院长到金门拿扫把去跟对抗中国。他这几天很乖，都没有讲话。
原来扫把是敌不过灰弹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地方是一个丰盛的地方，我更期待这个地方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可是怎么样在求神祝福我们这个国家，让执政者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能够在这一种很多国家的当中去立足自己的地位。我真的仰望神祝福这个国家，我真的仰望神这些农民不要受伤，仰望神这些移民不要受伤。你知道受伤之后教会也会受伤，我都跟传道人说，你们不要以为很多事情都很简单，其实很复杂的，是连锁反应的，你知道吗？农民不好了，移民不好了，你知道店家都不好了，教会会好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再不奉献，神就惩罚你们。我不敢恐吓各位，你知道，我是一个有良心的牧师。我真的一直仰望神的祝福，在危机的时代，神要保守看顾我们。你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仰望他的祝福，而且是福上加福，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要把这种祝福恩典就放在心中，你一点都不要惧怕，危机都会在，每天我们都有危险，每天我们都有苦难，而每天我们都活在一种困境的当中。这个礼拜我叫了一个弟兄杨明忠弟兄来找我，那打电话说，我说你会报有在吗？我说有啊。什么事情？我想要请你给他祈祷一下。杨明忠弟兄他是个雕塑家，然后他就来了，来到地下室，他说刚好车，我说要送他，他说我有两箱东西要拿去楼顶，他就来了，然后把东西送到楼上，两箱东西。好了他就跟我说，牧师在这困境的三年疫情的当中，他的一生最丰富的收入就是在这三年的当中。还有一件，他说从今年的年初他的脚就受伤，走路很不方便，所以他的雕塑没有办法做大件的，他忽然做小件的，做一种小件的，小小的那个时候他也来请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也没有好，好像越祷告越严重，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让牧师祷告，祷告越严重，你应该要感谢神，一定有奇迹会发生。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做大件，做小件的，然后这个小件的总共做了12件，你知道他总共卖了20件，一件36万，然后定价36万，然后实价卖30万，你知道他卖了20件收入多少钱？而且有人看到小件的很漂亮就请他做大件的，他跟我说一件大件的多少钱。他说神哦，通过他的受伤在一个危机当中让他创造了很多财富，他就拿了一套来说，牧师这一套请你处理就好了，你听懂吗？我说这套可以给我，也不能给我。 他说送给我，可是我要跟他讲说我实在是不配拿这个东西，我会给教会把它卖掉，然后把它奉献掉，是给我较好还是给卖掉奉献给教会较好，这样回答我。你们哪有良心的人会说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的存在点？我的心意就是应该把它奉献掉，你知道吗？我应该把它奉献掉。我一直在想，危机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进到试炼的时候，你都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要祝福你，神一定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你每天都要跟神说：“神啊，但愿你赐福于我。”扩充我的境界，神啊，愿你赐福以我，扩充我的境界。我不是只有祷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不能是说我祷告啊、读经啊，我一定还要读很多书来帮助很多人。很多人
你知道在这吴挺牧师来做一个特会，很多人很多疑问，就问我说：“我说我已经不用讲这些呢，啊，现在来宾都啊，有人会跳的，啊，有人会跳的，啊，有人会颠倒病的，有人会这样病的，你知道吗？”而且什么代志啊？你时常会解释嘛，你知道吗？哈啊，为什么吴挺牧师看到人就知道？哦，嗯，你背后一支箭，你牧师你怎么没有那种恩师？我说我没有那种恩师，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前面有一支箭。你至少要有一些灵界的解释，你至少要知道祖先崇拜的问题，你要知道怎么去帮弟兄姊妹解决他的生命的问题。同样的一个道理，你是一个科技人，你在你的领域上要不要扩充你的知识，扩充你的智慧，扩充你的能力？你是一个煮饭的，你要不要煮得越来越好吃，还是煮得到最后都自己吃？我曾经开过便当店，我开过便当店，便当很好玩哈。我在台北开了一个补习班，那个韩启明爸爸来跟我说，哎，宪平，我们在台北开补习班，现在很好赚，而且便当也很好赚，你知道？结果呢，我们那个便当做起来，除了我们自己吃以外，都送给猪吃，没有卖过便当，很恐怖的，很恐怖的，就是不好吃嘛。你至少要知道我怎么做的更好吃，我种花的要不要种的更漂亮？你要跟神说，神啊，你扩充我的境界，你要跟我同在，你要但愿你赐福于我，扩充我境界的时候，你有没有努力的在活着？你有没有努力的去把神给你的恩赐把它表达出来，把这个才能表达出来，还是每天在那边等候神的祝福？神的儿女不是等待他的祝福，神的儿女是我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活在我的岗位上，把我岗位上的工作做得最好，我要把书读得最好，我要把我的论文写得最好。这个礼拜我就问启瑞说，启瑞啊，你神学院读几年？他说多读了一年，因为写论文多读了一年，这样好。对啊，他很认真，都读了一年。我就想说，他写什么题目哈？他就说，亚说神的话啊，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这样了，用希腊文原文解释。我他写的这个东西啊，他说写了两年啊，我就跟他讲，让我写的话，可能两个礼拜就写成了。他吓了一跳，因为信念不一样。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常常要操练自己，现在灵力上越来越专业，你要活，你就会活得越来越好。虽然时机也不好，可是时候一到，神的恩典祝福一定会临到你。而且你要常常跟神说，神啊，让我不受艰难，不受痛苦，不受艰辛，不要让痛苦一直临到你。我期待着你把心中的惧怕拿走。这个礼拜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要祷告。我说什么事？这个礼拜一个客人都没有。我说哎呦，那你叫客人啊，你怎么办？我说我每天都坐在那里啊，看人走过去啊，都一直盼望他走进来，都没人走进来啊。我说你至少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走进来。他说我不敢啊。我说你就试看看嘛，你把门打开的时候喊七声哈利路亚，说神啊，我仰望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仰望你的丰富进到我的里面，走过的人都会走进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说没有一种信心，即使接受祝福也要信心，你相信吗？你要相信神的话，神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你说，我要赐福人，赐福于人。神在创世纪挪亚的故事当中，他说我要赐福人，生养众多，昌盛繁茂。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就祝亚伯兰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有好名声，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海沙那么多。这种祝福你就必须放在你的心中，你每天都要宣告说，神啊，你的祝福就在我的当中。你不要以为神不祝福你，你一定要确信说，神啊，你的祝福是福上加福，恩上加恩，然后怎样力上加力的。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软弱，都以为我60岁了70岁了，在等待死亡。这个礼拜我很奇妙的到澎湖去看我们的两位的教会，也顺便去看马公教会的要来的牧师啊，也去看那些过去我的一些朋友们。过去我回到马公的时候，那些牧师，以前的牧师遇到我，我跟他讲说啊，牧师我过去吼，我伫马公教会无回过，没有人要理我，你敢不敢哈？
你很奇怪，我跟他讲说，我是较早就无去啊，你那边看者都你底下，我就无用，他们就跑了啊。但是这次去的牧师他很喜欢接待我，我很喜欢接待我。然后我这次为了感恩，我觉得我在马公教会很被祝福。我在那边大概6年的时间，我非常的被祝福。所以我就跟牧师说，把过去我认识的朋友请来，我带来，我请他们吃饭，不是他们请我吃饭，是我请他们吃饭。结果来了，我们在叙旧的当中，我真的非常感恩。你看看，我们是一个被祝福的人，我是一个传道人，然后我被派到马公。当我到马公的时候，在这几年的当中，我一直感受那种恩典，我一直回想的时候才发现到恩典一直跟我同在，恩典一直跟我同在。我在马公教会从来没有买过菜，6年的当中没有买过菜，谁给我菜？隔壁的一个救生医院的老妈妈，纽扣村给我妈妈，立伟的妈妈，就会喂我一杯鸡肉、羊肉、牛肉、猪肉，哇那，你知道？菜市那里买菜，那个教会弟兄姊妹每天都会拿菜来，钓鱼的弟兄姊妹都会把他们钓的鱼，都会拿来。我要不要买？不用买。有没有很好？他们有没有对我很好？我那个冰箱是冰到没有办法再冰，他们一个月给我3万块，40年前给我3万块，有没有很感恩？我到的时候没有青年人，可是神忽然之间一个一个的跑出来，一个一个的跑出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大概有40-50个年轻人，教会复兴了。我真的非常感恩那个神在我身上给我的祝福。我请他们吃饭，当我去付钱的时候，那个老板娘跟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牧师。他说哪是这样，以前都是这些人在请牧师，哪有人牧师在请人？我跟他讲说，这是我对他们的感恩。当我被祝福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个祝福分享给别人。当我被祝福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我怎么去祝福别人。人家施恩给我的时候，我怎么样施恩给人。今天的神的儿女必须要相信一件事，你必须在信心里面相信一件事，神的祝福一定要临到。所以我期待着你每天都要张开你眼睛的时候喊七声哈利路亚，而且跟神说，愿神赐福于我。跟我说一次，愿神赐福于我。你要跟神大大的说，愿你赐福于我。你不要被你的软弱、不信、自以为是，不要被你的罪、被你的咒诅捆绑。所有的罪、咒诅都会阻挡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阻挡祝福的临在。你看一下，来，你看一下圣经。我希望你看一个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先读这里好了，生命记也可以。OK， 你读看看，好，来，生命记的第27章的13节到26节，很多哈，来，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宣布咒，怎么咒诅？你看看，来，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喊着说，你看到，来，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恨的偶像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些人必受咒诅，不要拜偶像。百姓都要答应说什么？阿们。来，你再看一看，来，亲卖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再来，你看，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不要抢人家土地，不要抢人家钱财，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然后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期望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再来，以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以受淫河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再来，以同屋异母，这些都必须受咒诅。23节跳过去好了，你看，以夜母行淫的都算受咒诅。再来，你看啊，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然后第25，来，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什么？咒诅。再来，要遵守，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什么 ？OK， 你有没有孝顺你的父母？有没有？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
明天是父亲节嘛，对不对啊？也会请父亲去吃饭的，请举手一下。这么少，我们做父亲的真的很可怜的。哎，母亲节那么多人请父亲去吃饭，那父亲节没有啊？至少我还知道请大王来唱一首歌庆祝父亲节。大王现在唱一下，你看哦，拜托一下，你们有属灵，你们有父亲吗？没有父亲的，请举手一下。没有父亲的 ，OK， 那也现在还有属灵父亲的，请举手一下。你们知道你们属灵父亲是谁吗？就是我，你知道吗？现在还唱一首歌。叫我唱这款的歌，伊甲吴念真的爸爸亲像山，改做天爸亲像山。啊，你相信哦？你要相信天父真的很爱你。你必须当你信靠耶稣那个刹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念跟圣化。把过去的罪跟咒诅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
你看一个，看两个圣经节，耶稣来啊，他的鞭伤你得到医治，他的鞭伤你得到医治，你要因着他得到释放，你要因着他得到自由。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必须要相信到说，你在主的里面已经得了医治，得了释放，咒诅已经被砍断。所以你再读一下加拉太书，基督为我们受了什么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再来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圣灵。你再回头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神爱我们，我们的罪成为耶稣的罪，我们的咒诅成为耶稣的咒诅。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罪已经被钉死了，然后咒诅也就被钉死了。我不期待着这个咒诅，刚才所读的这些罪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应该跟神说，神啊，我信了神，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罪、所有的疾病都会远离着我。我要进到耶稣的里面，我要宣告我是神的儿女，因着圣灵的缘故，圣灵会把更大的祝福临到我。我是一个被祝福的人，跟我说一次，我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再跟我说，我是一个大大被祝福的人。愿神赐福于我，我是一个很被祝福的人。我到了回到马公教会，看到教会真的很弱小，以前的教会很多人，现在变得很弱小。我在跟那些长老们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好像神的祝福已经离开这个教会，他们也不想传福音，他们跟我说传福音也没有用，传了年轻人，年轻人长大就跑到台湾，传了一些人，那些人被祝福了也移民到台湾，你知道吗？传给老人，老人不久就死了。你看看哦，一点那种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跟他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传福音，很多年轻人跑到美国去了，很多人跑到加拿大去了，很多人跑到台北去了，他们仍旧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他们仍旧在荣耀神的圣名。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被祝福了，他们移民的，他们一直被祝福，国度在扩充当中，你知道吗？当然很多老人来了，他们被祝福了，他们被一直释放了，也被接到天上了。天上是不是多了一些荣耀的天国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心中要想说，一切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鼓励他们说，你们要把马公教变成一个马公市、澎湖市、澎湖县的信仰的中心，你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神迹奇事充满的地方，你要把这个地方变成百姓很喜欢、渴慕、爱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地方神要把它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荣耀之地。你怎么讲阿吉呢？我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仰望神的祝福，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世界。跟各位说，我们活在地上，有地上的人的限制，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传统，我有我的看见。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进到圣灵里面，神说在圣灵里面要给我们丰富的基业，你就常常宣告说，神啊，你的圣灵临到我，你的丰富的基业要临到我，我是被祝福的，在不可能当中，我是看到一切都变可能的。有没有 Amen？ 我看到这个礼拜讲一个，听了一个见证，我真的很感动。有个姊妹，她告诉我说，她高中的时候就信主，然后考大学，她是学霸，大概学霸那一类的，读书都读得很好，所以她高中是读男女的，然后毕业之后就考上了台大，考上台大法律，然后无缘无故的就发生车祸，然后整个脑就受伤了，记忆不见了，所以他读大学很辛苦，他 前面读的后面就忘记，后面读的前面也忘记， 有没有很辛苦？哎，对，但是他也当家教，一个月赚2000块，他是基督徒，他就开始奉献200块，他就奉献这200块。当他毕业之后，
他回到长荣中学当那个兼任的老师，一个月赚10000多块。他无缘无故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那个教会刚刚盖教会，那个牧师就说：“我们缺钱，请大家奉献。”他就很感动，就是表回来奉献。我第一个听到人表回来奉献，我肯定讲，今麦教会欠2亿5，你知吼？拜托你去做啥？表回来奉献，一做人请你来手。大概没有这么 crazy 啦，但表回来奉献20几万。那他一直考律师没有考过，他标会去奉献之后，他考过了，这很奇妙一件事，你知道吗？然后他开始职业了，然后又赚了一些钱，又到教会去了。那个牧师又说：“我们又欠钱，再要奉献了50万。”哇！他跟我说，他祷告，他守神的律法，他一直仰望神的祝福。结果他在美国买了一个房子。哦，我还记得他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那个房子现在130万美金，神把过去他所有奉献都还给他。弟兄姊妹，守神的话语，相信他的话，凡是圣经里面有关于侍服的这两件事，你就必须把它记在你心中。神说守圣日，我要侍服于你，你就守圣日守看看。神说你做十分之一奉献，我就侍服于你，倾服于你，你就做看看。神说你走在我的道路上面，你与我连结，我的丰盛就在你里面。哥罗西说神喜欢把一切的丰盛就放在基督里面。当你真的守他的话，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活、丰盛的事业就在你生命当中被发现。弟兄姊妹，走在道路上，相信他的话，坚固你的信心，相信你会越来越怎样，越好。你有没有感觉到大王唱歌越来越好？有没有？而且他穿的衣服越来越好，而且他摄影师越来越多，他每次来唱歌都带很多摄影师来摄影，有没有厉害？哎，他每天都活得很快乐。我说前几天我就问他：“哎，大王你怎么活啊？”他都不告诉我，我最近才知道，原来他是珠宝设计家，他是留美的设计家，看不出来哈。对呀，他觉得他越来越好。我就常问他说：“大王，你到底几岁啊？”他说：“嗯，你不要看我像30吗？”啊，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今天下午有个弟兄叫林宏南，你知道吗？他来我们教会展览，请各位来参加。宏南看到伊，讲伊是伊的同学，伊是同才。哎呦，宏南那头毛拢无呀，老哥讲，哎，那叫少年。因为一个信主跟不信主有这么大的差别，你知道吗？啊，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到教会一个修威，跟他是同样国中还高中是读辅仁中学的同班同学，而且他都不敢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年轻，人家很老，你知道吗？你看，我在看到他的时候看到希望，弟兄姊妹，你看到他有没有看到希望？看到他每天活着敬拜神，然后每天在赞美神，然后每天在炒地皮。跟我说一次，仰望神的祝福，愿你赐福于我。我再讲一个见证，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怕，住到基督的里面，走他的路，相信他，然后你要确信你所希望的，很具体的告诉神说：“神啊，我真的需要这个祝福。”赵文基有一年到了印尼，我曾讲过这个故事，到印尼去布道。赵文基是韩国最大教会的牧师，他会有大概100万。有一次到印尼去布道，他看到印尼这个牧师，他的儿子是一个小儿麻痹，也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赵文基牧师就跟这个印尼的牧师说：“你要面对神，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孩子，相信神会祝这个孩子。你要这个孩子变成什么样的孩子，你必须很具体的跟神诉说，然后宣告说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然后你宣告看看。”结果呢，这个牧师就照着赵文基牧师的方法去宣告，他孩子会说话，会走路，会弹琴，会弹琴。半年之后，赵牧师打电话给他说：“阿弟囡仔安怎？”伊讲：“
依旧如故。半年呢，那时候你继续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再过几个月之后，那个牧师夫人打电话给赵牧师说：“赵牧师，神成就的大事，什么事？我的孩子起来走路，我的孩子夫人之间从来没有学过琴，起来弹钢琴，起来讲话。”听了以后，你会起鸡皮疙瘩。弟兄姊妹，愿神赐福于你，不要软弱。麦迪亚说：“哎呦，我家听，家听，哎，兄弟，你对，哇，好恐怖哎！你知道吗？好像神都没有照顾你一样啊！哦，就显然那个干妈说，到底神在哪里了？你把神看得太小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再一次跟我们说：我要赐福于你。再跟我们说，你要追求圣灵，渴慕神，然后。”他也把圣灵丰盛的基业赏赐给你，神把丰富的基业赏赐给耶稣，当你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要把他的丰富赏赐给你，仰望他的祝福。我求神真的进驻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他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宝血。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这样的守圣餐？是因为愿神永远跟你同住，愿神真的圣化你，愿你里面充满了圣灵，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健康的，你的思绪，你的整个价值观是从天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整个的看见不是属土的，而是属天的，你的整个的生命充满能力，充满恩膏，你的生命充满着对别人的束缚，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舍得，我们当如此来纪念他。就是圣化这个饼成为你的宝体，求主圣化这个葡萄汁成为你的宝血，凡是吃喝你的，他们就得着你的生命，吃喝你的，他们就得着永生，吃喝你的，就做一个得胜的神的儿女，凡是健康，凡是兴盛，凡是美好。哈利路亚，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享受它。这是基督的宝血，是他所赐的新约，我们一起来享受。凡是吃喝你的，都是属乎你，你的生命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吃喝你的，他们的身体是健壮的，灵魂是兴盛的，所做一切都尽都美好的。祝福我们，愿你赐福于我们，扩充我们的境界，不受艰辛，不受苦难，永远与我们同在。祝福台湾，神啊，祝福这个国家，祝福执政者，祝福所有一切的渔民农民，每样事业你都满满跟我们同在，每个地方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与福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这苦难的时代，在这经济拮据的时代，我们仍旧爱你。我们把金钱奉献给你，愿你加倍的恩待我们的家，加倍的恩待今天所有服侍你的人，他们都有双倍的福分。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再一次向各位的请安。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个陈宪堂弟兄，我们欢迎他来，还有萧淑玲姊妹，还有潘梦玲，陈文琪，还有刘佳明，我们欢迎他，还有对，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收藏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杏树，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想到神经言才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灵魂住在世家，但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很大声的来喊七声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坐，我们敬拜就到这个时刻。